来了来了，这回来。我操！花里是大鱼啊！太，哎呦我操，这么大！上不来呀、啊！哎呦我操！不往上啊！哎呦我操，太牛逼了！这得多大？这鱼啊！太，太能这么大？太，啊、太看着像太。太这样，不能不能不能。丁哥帮我把这个网拿。哎呦我操！哎，谢谢。你怎么这么大？哎，太牛逼了！我操，底下钓的啊？底下往上得有个三五秒吧，不是纯底儿。哎呀，挺沉的这个。这挺沉的。也没准是小青雾，但是感觉有点像太阳，又不太像。他使劲的时候就拽不动了，没准是小青雾。这样太爷也挺大了，这样太五六十估计差不多，四五十。来了，来十米，看啥玩意儿。太马队，哎呦不小，不用不用，五十多大个，马队的，哎，这漂亮啊，不少，哎呀，这大小正好，这至少有五十吧，四五十差不多，四五十差不多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地方真有啊，没白做功课，我跟你说。我还研究了一下。啊。这沙子真漂亮。漂亮啊，漂亮。勾这个头上这个勾，哎呀，这一下就掉了，搂不住，哎，我去。插这儿，插这儿也行，插哪儿都行。插你那当菜，插这儿，插你身后。再来一条。进不去，进不去。来啦！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没空啊。嗯。我还是可以吃，可以吃啥？吃啥鸡？我这比你那小的，小嗯，最少得五十以上。太也吃鸡，你那个上的是巨鸡的。对。其实你是在往上摇一阵子。摇一阵子。哎呦。真猛！真猛！不行，那谁，那个丁哥，你也往上摇一摇，摇到七十米左右，你显示七十米左右那个位置。刚才也不是紧底儿，七十或者七十五那个样子，或者往上摇五米，七十五吧。我问你，那个牵着线就五米啊？啊。
平躺线五米。现在但阿基在里头是横着的，它不是竖着的。嗯，六米。嗯。它多少米？好几米了。啊？呛了一口水，放了一口气儿，走，往上转。哇呀，这也不小，哎，这也不小，这也不小啊。跟你有大小也差不多。嗯，好像比我那个宽一点，这也好看。对，这也好看。肥呀！你看咱地方，我跟你说，学习有好处。哎呦我操，吓死我了！一会儿我也得发现他有喇叭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大太多过瘾。你打你这个线，这线受伤了怎么？短了巴巴的。坏吧，要不坏的话不行。哎呀，这勾俩勾！我靠，这个跑不了啊！嗯，这跑不了，这俩都勾上了。观众不明，谢谢观看。